是王室观众公园，园区馆内9:17，周一休馆，户外场域全年开放22:07。园区电话0733311001，园区地址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山路39号。台塑王室昆仲公园园区故事。1954年，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王永在昆仲，获得美元贷款78万美元，成立人茂塑胶公司。之后更名为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塑，在本园区现址新建台湾第一座日产能4吨制聚氯乙烯，简称 PVC 工厂，为台湾塑胶产业的奠基者。1958年接续成立南亚塑胶公司，从事 PVC 胶布之二次加工，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上下游垂直整合支持化产业。台塑企业的发展历程等同台湾经济发展历史的缩影，不仅缔造了举世无双的塑胶三次加工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之坚实基础，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为配合高雄市都市发展政策，于2014年4月停止生产，2018年3月经高雄市文化资产审议，通过13栋建物登录为纪念建筑及历史建筑，完整保留这两位创办人八技师之办公室、员工宿舍区与周边老树群，足以见证60余年来台湾石化产业的演变，提供高雄市及全国民众一个具有历史文化、观光游憩及科普教育意义之生活场域，即以带动高雄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成就了一个那么美好的工业，原来的工业的遗址全数都保留，也包括了，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绿草如茵跟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田园树木等等的造型。那董事长啊，为了事业有成，台塑也造就了我们台湾的塑胶王国啊。人家董事长吃饭吃跟我们吃的比我们还不好啊。他也是这样随便上上的我的饼啊，我的酱啊，这样我要再一次的代表所有的大雄市民感谢台塑集团啊。那另外第二个感谢当然是长庚医院啊。第二个，掌声，谢谢市长，也邀请各位朋友们可以多多的来游览我们高雄各处的文化资产的轨迹，一起来见证高雄这座城市转型的印记。那在这里呢，我们补充为大家向您介绍刚刚临到现场的贵宾。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总裁。各位民意代表、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要唱歌了，我不是民意代表，没有那么会讲话，所以就用打来念给大家听的，不然的话我这口才不足。我这边早上大概4点多就起床，打了一场球，然后赶来这里。所以到刚才才开始的那个吃饭第一顿，所以这个高雄市也对我也不太好了，因为害我整个早上没有吃饭，到2点多才吃饭，这个我要怪罪。今天是台塑昆仲公园全面对外开放的日子。也是国际古堤遗址日，我们代此代表台塑企业感谢大家的参加。1954年，台塑企业两位创办人王永庆和王永在先生，在各位现在的位置，当时叫做台大北区，成立了福茂塑胶公司，也是现在叫做台塑公司。新建第一座 PVC 厂，台塑初期每天只有生产4吨的 PVC， 然后是全世界最小的规模，因为品质不良，成本高，一吨
都卖不出去，所以决定改善品质，以扩增产值来降低成本，之后再成立南亚公司进行第二次加工，后来又在新北现在的新北市成立了运动公司，增长皮包地区北京方圆和雨衣三次加工，来成功打开国际市场，还让台塑企业站稳脚步，陆续又跨入纺织、纤维、石化、电子等相关产业，高雄赏识我们台塑的地铁组，对高雄及台塑都有特别的意义，所以2014年停产后，我们就申请了文化资产保留，除了捐了五笔土地，也捐了8亿4000万的成立一部分设立农事工程公园。今天春山公园全面开放，特别展示早期设备，包括当时世界最小的 PVC 风车厂、零号交付机、印刷机、压化机等等，这些都是台塑企业第一步实现，也是台塑企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公园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塑胶产业发展的交易工具与文创空间，欢迎大家有空时常来进场。最后我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再次感谢贵宾的莅临，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总裁，也请总裁在台上留步，我们请工作人员协助一下港台的移动哦。对，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长官上台来进行合影。那首先，我们先有请高雄市陈其迈市长，有请市长，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许智杰委员以及康玉成议长。好，我们先有请这四位长官在舞台上进行合影。稍待一会儿，我们第二段落第二趴的合影哦，我们会再加入我们其他的长官。那我们先邀请其他长官在现场稍微等待一下下。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台上的长官一起帮我们比一个赞，看向正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的，我们也当然感谢市府跟台塑集团的合作，让这个充满文化遗憾的公园能够再次重现工业遗址的历史风华。好的，我们先看向正前方的摄影镜头，有没有哪一边需要画面的呢？好，都可以吗？好，让我们举手这里的摄影镜头再来一张，请大家一样帮我们维持比赞的这个姿势。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好，我们在长官的左前方这里一台摄影机，看一下哦，来这边，我们要帮我们比个赞。好，我们现场还有哪一个画面有需要的，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好，那右前方好了，右前方这边哦，摄影师这边右前方，请帮我们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四位长官留步在舞台上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到几位长官上台，首先邀请我们的蔡武宏议员、汤永瑜议员以及李雨婷议员，同时我们也邀请我们文化局王文翠局长，好，有请局长一起上台。那还有我们议员的服务团队也都可以一起上台，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台塑的董事以及董事长都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还有我们现场所有刚刚有创领到的长官贵宾都一起上台。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长官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建筑师，我们当然建筑师也一起上台。好，我们的文资委员、好，那我们一起看向正中间的摄影镜头，我们要帮我们比一个赞好吗？帮我们比一个赞。好，我们一起看向正前方，我们2063漫游旧时光活动，赞！好，接下来请长官贵宾帮我们移动您的视线往左前方这边的摄影镜头。好，来，我们1、2、3，赞！好，来，接下来看向您的右前方这边。好，我们的高雄三的赞！好的，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哪边的镜头？好，正中间，我们再来一张正中间，有请。好，可以吗？好的，都有捕捉到画面了。好，我们再一次是不是可以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紧接着上来有请我们的台上长官贵宾，跟着我们文化局的同仁领导，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
做高雄塔，所以刚刚我们中国这个有提到的热点就是在这个的并没有的问题。那后来呢，进而开创台湾的石化王国，也成为了台湾最主要的产业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石化王国。我们待会也让董事长跟我们开始往前移动，然后下一回开始使用。好，各位大家的左手边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候台湾塑胶粉的包装袋。当时呢，一天可以生产4公吨哦，那可以说是我们生产制成的心脏区。大家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重合槽。好，那这也是我们台湾第一座生产 PVC 塑胶原料的工厂。那我们也邀请市长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合照一张。好，那这边有一个独照哦。那再来，这边大家有看到的是募救了我们当时的复刻了当时候台湾塑胶粉的包装袋。那这也是用来填装生产完之后的原料塑胶粉。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市长继续帮我们往前移动。有请市长跟总裁，好，帮我们继续往前移动到下一个展区。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市长跟总裁帮我们向前移动，向前移动。我们要继续往印刷机跟压花机这边来移动。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市长，还有我们的总裁。可以说是来自大量记忆画面的胶粉包吗？好，来，我们画面的我们这一次谢市长，来个谢谢，我们是自己拿着，拿着。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表演回忆一下。好，好好好，准备放下一放。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好，请总裁、市长看我们这边。来这边，来看右边，来看我们这边。好，谢谢。右边，时代的记忆哦。好，谢谢。好，左手边这边的画面，右手边。好的，谢谢。老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加工，生产出了胶，我们会来进行。好，我们收音的啊。外面收音。好，那个本来我在加热吧。黄灯。那个像麦克风要开你那个。你好，我高雄，需要包一包高雄。今天是台中一天。总裁，请问一下，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就是对国内后台做有没有实话影响？就是会有影响吗？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壁垒最近的。不要紧。
办法跟讲一点。这个 AI 的开始就关键就是打算如何达到就是说电报方面然后后面开始打算 AI 这个空白空间是有人透露有程序在里面然后有人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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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花了花了这个我感觉花了然后我感觉花了请问一下，因为今天是整个公园开幕嘛，那想能不能讲一下我小时候在这边对整个公园的记忆？这个公园，我以前是很遗憾的，高雄，我在十年就去台北过，所以我就比较在上海，那我爸爸在这个上海，就爸爸在上海，然后我一直二十八岁的时候，因为那是二十八岁，所以要怎么样？保罗公园的旁边那些，啊，我是怎么弄的？台塑有四大公司，也就是四宝，其中台塑南亚的起源厂就是高雄厂，台化起源厂就是彰化厂，而台塑石化就是六星麦寮厂。这里就是控制室。启动核武。我有的飞弹都飞出去了。如果这以前是坏掉，对，这以前是，如果这以前是好的话，没办法，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文化资产公告，台塑高雄厂为台塑公司创始的厂区，是台湾引进美国化工技术并移转民间成功经营与发展的典范，对于台湾的塑胶产业有极重要的关键地位，具体表征战后台湾民间企业的时代意义。塑化产业与制品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台塑高雄厂是台湾塑化产业的起源地，其产业的历史价值之完整性，见证台湾的工业变迁过程，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可于未来作为推广文化教育的最佳场域。这是万马力机，老师傅都叫万马力啊。这个就是胶布机啊。这
台就是零号胶布机，是南亚的，这是其始祖啊，南亚制造胶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台就是零号胶布机，胶布机工作是一件蛮危险的事，听以前的南亚的老师傅说，在操作胶布机的时候时常有公安意外的发生，常常手会被卷进去，对操在胶布机工作的赛人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敬佩，而且胶布机的工作是非常的操劳，所以我感觉在胶布机做到退休的人都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现在我们看到这台就是印刷机，在南亚叫做印压，这是属于印压科的制程，它就是把胶布印花样，印很多彩色的图案。这些以前可能都在前镇厂，那之后前镇厂收了之后，现在在人武厂。这个就是印压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塑胶制品上的胶布上看到印花，就是印压特所生产的。这一台就是印花机，就是印压特的其中一部分，印压特的其中一部分机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转动设备，转动设备是运转是相当的危险，这些机械搞不好都有一些沧桑的历史，这些沧桑的历史都是用身体或生命换来的公安经验，所以台湾的劳工在工作时是这样的，也是相当的辛苦，就是用生命换来的很多公安的经验。二楼有展示高雄厂的起源，二楼是个展馆，在我们看到的台塑抗菌壳粉，就是现在台塑企业正在推行医学材料的原料之一。啊！我知道了。啊！
这里是景观树屋，景观树屋。妈妈，快快叫叫你老婆了，叫你老婆了，我老婆呢？这个独木桥就是包商在工作前要走的独木桥，他走独木桥的用意是看他有没有喝酒啊、晕眩啊，他如果有以上症状的话，走独木桥就会从旁边跌下来，就可以判断出他有没有异常的状况。耶、yeah!收看下期再见，按赞订阅分享。